安仔被认错道德位，仲要俾人话串啊！呢边呢边唔啱啊！啊呢边呢边，喂啊边个边个？咁你都唔识？我有名，你叫 Outdate 精啊嘛，不过好过呢位网民啦、啊。喺球场见到道德伟先生，不过条友好串，叫佢道生都唔睬人。笑死人啦，明明系许志安嚟嘅。杜明泽唔系道德伟啊。许志安表情都冇变，好坚强啊。顶头锤顶得多，原来真系有影响噶。唉，成件事啊，最阴功嘅系。安仔无啦啦俾人喺网上闹啊，阿斌叫狗啊嘛，咁又难怪人哋嘅，近排频频见到佢同安嫂开餐，食肥咗啊嘛，系啊，肥咗啲系啱啊，真系，即系我要开始而家要减肥，肥咗就唔认得，咁使唔使唱翻首《情人甲》2013版啊？看见幸运儿，幸运之子。为何要再闻到那过去与出处？人人难免都饰演过路人甲吧。但系安仔嘅回应系：你叫我杜生，我点认你啊哥？